属马的朋友今年迎来诸多吉星，紫薇龙的星的出现，象征你在事业跟财运上都非常的顺利，能获得许多贵人的指引，一整年好运加深。在职场上打拼的朋友也会春风得意，收入方面会有新的突破。只要你做好功课，恰当的参考专家的意见，在投资道路上也能够收获满满。但是天厄星会带来一些天灾人祸或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因此你应该趁着财务稳定时养成储蓄的习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今年你的健康和精神状况有所起伏，导致人际关系不顺，但所幸地解星会为你扫清障碍，让你在成功的道路上通畅无阻，不妨考虑佩戴紫幽灵，复受临门的吊坠，或摆放旺富财神，以激发你潜在的能力，加强事业和财运，让你处处获得贵人的扶持。